此个也要关掉。好，陶小芳，你既然想见我，我也来了，有什么话，大胆的说，不要有顾虑。余队，你千万不要介意哈，我那么做，是担心你们秦和公安内部有老刁的眼线。你这么说有什么证据吗？我拿不出啥子证据，但是。 我有一回，确实听到他和一个人在通话。喂，兄弟，呵呵呵，这次合作的事非常非常的愉快。现在的当务之急，就是要麻烦兄弟在秦河警方找到一把伞。伞？什么伞啊？ 一个普通的盗窃团伙，但实际上，他们是一个贩毒集团。哎，阿良，阿良，来，贵人是哪个？咋从来没见过嘞？云南的董老板，也是做这行的。怎么会呢？人家干的可是大买卖。好大的买卖哦！这个嘛，我可不能跟你说。大买卖。